们第二位车展代言人即将就要登场了，欢迎我们的潘潘。啊，两位女神级的人物今日呢齐聚一堂，除了让大家大饱眼福之外啊，我们的李密已经是车展代言常客了，对不对？从台北、台中一路到高雄，而且是第二次代言我们的高雄车展了。那潘潘呢，一样，去年度跟今年都是我们高雄车展的代言人。好，两位在这边呢，来麦克风请上。两位在这边呢，有没有什么样的话？自己呢，已经当过这么多次车展的代言人，有什么样的感想？以及呢，有没有什么祝福的话，想要在新年到来之前跟各位现场民众朋友们说一下的？那边有位置啊，那边有位置。谢谢大家，刚才我的舞蹈是我的歌，叫做《嘶喊》。那今天很开心能够来到高雄展给大家看。高雄的天气跟你们一样非常的热情，所以来这边非常的开心，而且是我第二次代言高雄的车展。然后也祝大家在新春的时候呢可以享车发大财，然后新年快乐，谢谢大家。谢谢李密。那潘潘呢？这是我第二次来高雄的车展，然后还是很紧张啊，希望今天大家对我有包容心。然后今天就是天气非常的热情，跟台北差很多，因为我特地从台北下来。然后原来你们也都那么热情，所以我心情非常的好，所以希望你们今天在高雄车展都可以赏车愉快，新年快乐！谢谢潘潘。那两位代言人自己目前也都是有开车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都有开车。那也希望呢，你们待会呢可以在我们2019年的高雄车展走走逛逛。如果呢有想要更换新车的，都有非常多的优惠好康带给你们啊。好，再次感谢两位代言人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先请麦克风请收。在这边呢，两位代言人他们呢身材十分的火辣，对不对？好，身材相当的火辣，都换上了这个比基尼的造型。那他们呢刚刚在祝福的这句话里面都有说到，大家除了新年快乐之外，更希望大家可以发大财。所以呢，他们直接话不多说，准备了现金红包登场。好，就是要用肢体语言来表现一下，预祝大家呢新的一年恭喜发财。好，来，我们到现场的朋友们可以捕捉画面，看向正前方的镜头。好，一二三。好，我们钱币的位置呢，据说放在不同的部位，有不同的含义。来，我们换个位置，看向右手边的朋友。两位身材都非常的火辣，李密呢拥有35F 的好身材，潘潘拥有34D， 我两位都是波涛汹涌来着。那我们现在目光呢移至左手边，我们看一下左手边的媒体朋友。好，两位代言人合体，相信呢这个运势一定好运旺旺来。持续的来捕捉画面，想要请问现场的媒体朋友，有人还没有拍到画面，可以举手让我看一下。好，相信大家都拍得非常的过瘾，在这边呢，先谢谢两位车展代言人。这边要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参与我们的赞助计划，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掌握最新影片动态。所有影片版权所有禁止上传中国网站。Thanks for watching. Please participate in our sponsorship program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. All video copyrights reserved. Uploading PRC websites is prohibited.